干嘛呢？干嘛？搭车。搭车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你要搭车吗？可。到哪里啊？你是老挝人吗？老挝。老挝人啊。老挝人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现在我是在老挝这是老挝的郊区，对吧？在郊区。给你给他们打个招呼，先摇摇摇手啊，我们往前走。你今年大概多大？几岁？几岁？二十岁。二十岁。二十岁吧。二十岁了。你二十岁了啊、哦？他是这个妹子是老挝，他今年他稍微中文稍微懂了一点。他是今年二十岁了，来给你这里买一点东西吃，对吧？我问你几个问题啊，你喜欢中国吗？喜欢中国？喜欢中国。喜欢中国？喜欢中国。你啊，如果你想愿意嫁到中国去吗？啊，愿意吗？可以。OK 啊。好。OK， 这个手机是你的。这个手机不好。买新的。你没有？我挤不起来。你这个手机太旧了，买一个新手机。你不漂亮。你这个手机太旧了，买一个新手机。是吧？要听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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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谢谢。这个岁数不行不行，要弄个帅一点的，找个帅哥。我不靠奶奶摸了，摸完不能摸。七七八。还有你卧龙的。你要找一个帅哥。不行，我不喜欢。你也喜欢我？喜欢啊？是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干嘛呀？你来了吗？走，干嘛？你也喜欢我吗？那么欢喜不？走，蛮乖，去干活，忙了忙了。不好，你岁数太小了。杨敏不保，不是啊。你的岁数太小了，我不能找你。那好，你说。妈妈，你帮他们拿包包钥匙给你了。啊。去帮你带吗？去找。我可以认你一个干女儿，可以吗？干女儿不能嫁给我，干女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抱抱吧，你的名字就叫抱抱，叫抱抱抱抱啊，啊抱抱来。哎呦我的妈！